太厉害了！刚刚仿佛有几秒钟，我想象到了那种日系热血动漫的感觉。为什么一起出招吗？这样对啊，一起出招喊的那种热血感啊！原来是这样啊！嗯，闪电十一人啊，还没看，我也没看过。那就同时出招，同时喊出来，然后都有一些奇怪的招式。对。在足球场拿枪杀人之类的，太夸张了啦！真的什么鬼？足球场不能用手，但是可以用武器啊！好像有点是哦，合理合理。闪电十一人就是这种好看的东西，蛮合理的。好看好看好看，你永远猜不到哪个是妹子，哪个是汉子。真的。我把他们到我们那个直升机的路把拆掉了。好，你还在找密码吗？还在找密码？我在想、啊哦，所以凡是你会在找密码，你才没有挖那么多钱。我是边想边想，边想边挖，边想边想，因为我想说，你平常不是都挖矿挖很就是很快吗？就哈基把我钱挖走哈、哦。原来是哈基的关系哦。就他那两个金矿有差你？有有。好，心境上的差别吗？我可以，我刚就插了那个金矿，可以用黑曜石搞哎、欸。哦，类似那个去那个庙里面祈求的钱母的感觉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他把他家钱母拿走了。哦，晚来喜安妮啊。拿走，还帮你升奴隶，也不错啦。没有，你是把我们大家钱拿走去升奴隶。欸、这叫统一回收金钱，大家再利用嘛，对不对？哦、回收金钱再利用，缴班费嘛，哈。对啊，缴班费，缴班费。他那个笨鸡又在叠直升机了，叠他们家，哎、欸，对，他是笨鸡，不是本鸡，对，大家都以为他像本鸡啊，是笨鸡。只是念太快就会变本鸡了。对，我之前自己也都搞错。哎呦喂！我真机器人是打本机耶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对吧？是本机，本机，本机，本机。他不是巧克力乱乱叫，怎么下去啊？哎呦，哎呦，弹彩，哎呦，哎呦，团团，我跟你说， OK、你拿炸弹炸死洋洋，你又获得200块哦。哎、欸啊，真的吗？真的，试看看吧。请住手！人家好坏哦、喔，虽然那个200块诱惑有点大。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900了哎、欸！啊，你在旁边哦、喔，我刚没看到。我走了。你在哪？没有啊。我身上一无所有，你不用怕啦。你有的就是钱哦、喔。啊，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朴实无华。哎，这样，你的手表怎么没拿出来？我应该要有手表的啊！啊，有钱人的生活，我放在我家里了、啊。朴实无华，哪有枯燥嘛？对，梗是哪些梗啊？好常看到、哦，就是那个啊，一个。明明就全身没有穿什么，就只有一个劳力士那个啊。对对对，好像是。什么东西？然后他就到处帮一些做一些没意义的事情啊。又比如有人要应征，他就阻止他，然后说我拯救了这个少年啊，有钱的生活就这么朴实无华。就他来他的公司应征，但是那个老板不要他，他希望他有更好的跑道，由他跑去做那个送货员。然后他就心满意足说啊，我拯救了这名少年，有钱人生活就这么朴实无华，好不明、哦。对，他就很霸气，不要再想歪呀。哎，我叠附魔台喽。好，好，哦，整句是朴实无华且枯燥啊。我手枪被射到，我手枪被射，为什么我看不到人？我在上面。有人一直想叠我们直升机，我一直拆桥，我拆了第三座桥了。哎。巧克力在我们跌到对面直升机的上面了、哦。啊？这样都吃得到？什么意思？他在他们直升机上面，然后我盖了一个平台。八卦哦，对哦，还技能。你们等一下要开始附魔，如果要经验瓶可以跟我拿，我等一下应该换一堆给你们。他拿好多钱哦，我的妈呀！对啊，所以我说可以，我可以换一堆经验瓶给你们。Okay. 你们可以一次付好等。
巧克力在猜我们到直升机的时候。你为什么要看着东西发呆？好、看着东西发呆。我是觉得二零是不是那个啊？他是国王、欸，他是国王哎、欸。是不是不稳啊？哦，因为没有啦，我的意思是刷的网路啦、哦。你们在想什么？哦、我是网路，二零是不是间谍嘛？不是啦，我说网路不稳、啊。其实我是间谍被发现。因为我刚刚看想说奇怪，这附近的石头怎么突然爆掉？然后看一下发光二零在这边。哎、欸，什么？二零是有点不稳，对，我也觉得他有点不稳。对，你看他断线了。哇！不稳的国王。他们直升机快被我拆完了。你怎么猜的、啊？用挖的、哦，我用挖的啊。可是它有一些不是不能挖吗？就剩下一些用炸的啊。哦，你上面有一个人哎、欸，可是我看不到。巧克力啊！哦，他在收你的路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二零你超屌哎、欸！巧克力在我头上。这样，我看到你拿稿子在吃东西哎、欸。然后你在挖前面的东西的时候，你的左边东西都爆稿了。你的稿子是什么做的、啊？巧克力吗？爆掉！那个 Tinker 的猪肉稿吧。哦，猪肉稿可以吃的那一种。他们去自杀了耶！为了不要把巧克力在拆我们的平台。好，这平台哪个平台？对面的平台。我在他们直升机上面盖了一个平台。哦、嗯，他们在拆。感谢真心。宝，我说钢笔好，想猜，很执着。嗯，这个很执着，这猜我们直升机呢。你啊，音乐、啊，本机啊，本机吗？哎呀，我猜第三座桥，现在盖第四桥了，第四座了。他本机就很喜欢，对他非常喜欢在空中。你看他之前也都喜欢那个啊，水母嘛。现场的高处啊，都喜欢老鹰啊，对不对？高处的东西。好，今天就来一对一斗牛了。我今天就对上，现在宝可梦对战，一个手一个。那他自己是什么属性的？我水系吗？水系是你吧？啊，水系是我吗？你会水枪哎、欸？水枪？什么？我会水枪？你要讲什么？嗯，河豚啊。Oh. 不要啦！哎、欸，喷水喽！有个赤河豚啊！彤彤，你是要上去吗？这边啊，我上去啦！这里半年前的东西、啊，我上来了，我上哦，我上来了。好，等一下我要去附魔了，我要去附魔了，花好多钱哦，对吧、啊？所以我要去附魔啊，投票啊、哦，是要投谁吗？大家有想法吗？先如果要投的话，就先赶快发起吧，然后大家赶快投。二零自己决定一个人啊。我就先，二零你决定我们投这样子。对对对，就，快点要时间不够。你要选一个。你快点快点，那就允约哦，允约。啊，好，允约，允约不是啊，他有猜过，直接你怎么投他？选择困难症 啊！选择困难症，好，这是你错的吧？哎，胡闹小子！啊，那我是不是要被炸了？我国人，我觉得你非常有可能哦，因为你如果现在他来炸你的话，就可以赚一千分哦。对啊，嗯，好，我要去换装了，我要去换装了。二零离婚？哎、欸，离婚？离婚了？哎、欸，有金苹果！哎、欸。你们怎么突然离婚了、啊？哎、欸，我也不知道。和平分手，哇，哦、和平分手，好、哦，真好。对我们很有名，真好，真好，是这么朴实无华，且枯燥。没有，这才是真正的幸福。我这该死的，多魅力，宝物没了，该死的魅力。哎、欸，我的炸弹，没了，这该死的魅力。哎，泱泱，你书柜放了吗？放了。好，那我要去疯狂附魔了。OK， 交给你了，帮付一套装给我们的国王吧。一定的，我一定会先付给他的。可是我们的国王一直断线。哎、欸，国王怎么突然没血了？国王一直断线了，怎么办啊？复活了。哦哦哦！我跟你讲，你要被炸的时候就瞬间断线这样子。哎、欸，
欸，我真的觉得等一下，如果是这一真的是我们这一队的间谍，他想要炸，要行使他的权利齁，他一定会很痛苦，因为不知道国王什么时候会断线。要抓准时机。对呀、啊，不然会断线。命运的安排哦。对。有人在炸是不是？我们的帐篷，我们的帐篷。那我先去挖钱。太炸了。需要有人可以那个吗？好好好好好，要用什么？人道就好吗？人道就可以挡。好，等一下哦，我要来。这一场有点特别，是大家都没有一直在猜那个间谍是谁，好和平哦。也因为他们可能想要等到最后面吧，我想。嗯，也是。应该说间谍都乖乖的，这是。德公，你德公，你有德公，德公。啊？我挡，我挡。他是普通的吧？普通的、啊。我稿子全丢掉，我是个白痴。你有剑齿吗？有啊，有捡到。Yeah， 我就死。拍谁？他的弓有附魔、哦。很痛吗？一下就死了。我靠！这么凶啊！这么凶，我们应该来。我去隐形炸他们的那个。好。现在就交给全附魔。有没有发光？家里有人？我没有发光。我没有，我现在没有。还是钢丝团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发我买个发光，买个发光。啊，把直升机拆了。好。啊，没捡到。技能书。拆一拆。大家的结论没捡到他的弓。嗯。我怎么一直听到脚步声啊？哎呦喂啊！脚步声，脚步声，有脚步声。出现吧，哎。虚惊一场，出现吧，人呢？哎、欸欸，人呢？出现吧，其实是你们的脚步声哦。太好笑了，这个。可恶，很尴尬。自己人吓自己人、欸。我们的天桥又被人入侵了。我、哦、好喜欢天桥。又被入侵了。我帮你支开哦。好。白痴啊！哇，好是团团，团团，我是自杀的骇客，然后我现在一直弄一堆装备哦。哇哇，哎、欸，那个国王，嗯，国王来哦。我在地下，你帮我守住这个箱子，谢谢。哪里？这箱子有我的命脉。命脉。好，我要过去。哎、欸，时间是多少？没记耶。哇，有人有记吗？没记，没记，没记。赶快过去吧。你急，好吧，就过去吧。买一个箱子。咻！哦，我看到了很多经验品。咦！我要待在帐篷里。帐篷在我们家。我的牛排。这么强哦！我的牛排在上面。哎、欸，对，有人在帐篷。杰克哦，杰克，杰克，我们家，杰克去我们家，杰克去我们家喽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哎、欸，把他打死，我怕他会拿我们的箱子的东西。来了，来了，我再上去了。死了。装备不见喽。啊是！哦，杰克是炸三个哦，吗、欸？应该是吧，我把他打回去了啦。哦，所以杰克有爆炸吗？他没有，刚好死了。他先死了，他先死了。哦，在死亡的时候时间到、嗯。谢谢二零，你帮我保护我的命脉。嗯，我就看着看着吧。我的命脉没有保护他。那应该是队伍的命脉吧？那个我没有鹅卵石，没有鹅卵石啊，哪一组？你要吗？我有，我有，我有。没有，我从保险箱里面拿了。团啊，活该！不是你知道为什么离婚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身上太满了，没办法放那个精力啊。哇塞，满成这样子哦，这个有点帅，这个。我就说我换了一堆经验品啊。这个有点。哎、欸，我的财产很多哎、欸，白痴哦。哇，瞬间没了。哇。哦，气气气气气耶！真的，哦，会气，气死了！哇！哎呀，我怎么那么多稿子？走开！以后身上不要放太多东西。真的是不能放太多东西耶，不然因为你根本就不会，没办法预料到什么时候会轮到你。你给我黑曜石撰稿，谢谢。哦，因为多的。去挖了。哎、欸，他们在我们直升机上面喽。有，我刚才我赶快附好装给你们啦。哎、欸，我是专业附魔师。我来帮忙你附。哦、你也要是不是？我跟你一起付。我要去救救我们直升机。
坐直升机救驾。直升机。那香香你复工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对，工比较迫切需要，我先帮忙国王。他自己摔死了。有，我想说我要复工了。嗯。因为他们在上面。是。哇，那工有痛哦。谁的？对面。对面站在我们直升机上面那个。这侧面也有人哦，侧面有人在射哦。嗯。那我是不是要付一套房？哦哦哦！集合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集合，集合，集合！丢经验瓶，我看到团团丢了好射了好多东西出来，瞬间喷出来。不好意思，买的有点多，对。而且大家都被吓到。量有点多，量有点多。哦，太大了哦。哦，不愧是和。哎、欸，不愧是团团河神，河水，河神团团，嚯，河神团，跳跳，哎、欸，走喽，这样，没有在附魔，我先去买个，可以我买技能热啊，哎呀，小哥你想要炸我们？直升机哦，好，巧克力为什么问号啊？他还拖了叉机摔死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啊，他在干嘛？他怎么可以嘲讽了？他怎么可以这样？那我来诅咒他。你要怎么诅咒他？我诅咒你。有啊。哦，有。好，诅咒到失明啊！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诅咒你看不见。太好了。谢谢。而且他们。都上了，本机让我们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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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本机，本机，本机要去二楼喽，要去二楼喽，二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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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六滴血，挖过头，来啦，挖过头了，我再来诅咒他们一次，诅咒，再一次，失效了，再一次。